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倚靠主放胆讲道，主藉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使徒行传十四章三节。天父啊，活在恐惧、忧虑、迷茫、无望的生活中的世人，实在好需要你的话去作他们的安慰、力量和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。求你帮助我们这些经历过你奇妙作为的人，能够放胆见证你话语的大能，亦都使用我们靠着信心经历你信实和恩典的人，能够在众人面前证明你话语的全备可靠，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荣神益人。奉耶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